屯門公路有三架車相撞，兩人受傷送院。朝早近九點，一架私家車沿屯門公路往荃灣方向行駛，駛至近屯門市中心對開，懷疑收勢不及，撞向一架田螺車。尾隨嘅一架貨櫃車拖頭撞向私家車車尾，私家車嚴重毀爛，司機同乘客被困，要消防員救出。兩人送院嘅時候清醒，往九龍方向交通一度受影響。